2月24日，许久不更新社交媒体账号的杨幂终于更新了，文案也是相当简单明了，营业。只是下面的照片相当夺人眼球啊！杨幂晒出了自己在健身房健身的照片，穿着黑色健身衣的她露出小腹，马甲线相当抢镜了。杨幂也是难得在微博大秀了一次好身材，这久等的营业也是引得粉丝们相当激动啊！姐姐，马甲线我姐威武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